也将近了快一年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作品大家看其实没有很多，可是这就是我们作者的一件一件作品都不能改，因为它不是 Toby 的，所以它就是只能慢慢来慢慢来。那每一集的话它回报给你就是只能裂开，所以我的作品就是你们每个都可以拿起来感觉它的重量是名字，这个54其实是5月14号，是我的出生日期。那为什么用54？那因为以前我工作关系，他其实比较追求时尚，因为我在服装公司工作大概十几年，然后我觉得要追求流行，他其实很有时间性，然后我就觉得过得还蛮浮华的，就是你每天就是被工作追着跑，然后要很了解流行是什么，因为我在企划部工作，那一年一年下来，我觉得混得不踏实，所以有一年我就刚好带起，我就去北艺大上课，然后我就接触这个陶，虽然反差很大，可是我突然觉得好像心就平静下来，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重新出生了我，所以我就用54我的那个生日日期命名为我的工作室名字，对，就这样子。那有其他问题再跟我。谢谢。好，来，接下来的话，假如大家有什么对于陶土的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意见什么的，都可以就是跟Elisa 说，或者是希望也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活动有更多的交流台湾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岛屿，然后希望东海岸更多艺术的交流跟发生，透过艺术。所以现在大家就 relax and have a good time。谢谢。那边就是哈哈。Hasta la muerte